Aespas 出道以来，每首歌曲都围绕着独特且庞大的世界观，其中每位成员都有着各自对应的虚拟角色，让许多粉丝都感到非常的新奇。今天 Aespa 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当中女孩们被问到对爱的看法，结果没想到她们却毫不留情的吐槽。宁宁更是直接的说和爱其实并不熟，仅仅是商业关系，而且看她跳舞非常的僵硬。아이지젤은파워풀하고지젤이의더강한버전인것같습니다아이카리나는말이죠저의친구인데요실력은많이부족하지만열심히노력하고있습니다아이건말해도되나사실별로안친하고그냥비즈니스관계예요제가앞으로더친해져볼게요아이윈터는머리가길고그친구는춤을좀못추더라고요独特的创意或许能够吸引到大众的目光，但 Aespa 依然靠着自身的实力征服了所有人，已经等不及看到女孩们早日回归啦。